大家好，今次我就会去到罗湖商业城一间眼镜店，除了配眼镜之外，亦都可以在这里免费进行一个眼睛视角膜表面的检查，包括有没有白内障等等都能够检查到的。本身咧呢一个仪器都是呢间眼镜店新订购翻嚟嘅，亦都要专人咧先操作到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如果你系想揾佢去检查眼睛咁计啦，你去配副眼镜，但系咧都要等佢呢一位专业视光师啊，识得操作呢个仪器嘅人士咧，先至可以帮你进行到呢一个眼睛嘅检查噶。由于佢现时都有不少老客户就是等紧佢呢一个仪器去检查眼睛，所以如果你是新客户嘅，你去配眼镜兼且想去检查埋嘅话，记得同佢讲声，你就是自家兄弟的观众啦。嗱，而家眼镜店本身佢系我所认识的所有眼镜店里面可以配到最便宜的一啲眼镜框啊等等，就68元是镜加框噶啦。渐进镜最便宜198元，另外如果是配普通的近视镜，最快30分钟就可以拿到噶啦。而家先等我教大家点样嚟到呢间铺先啦。啊，呢度咧罗湖口岸。咁样上咗嚟咧，罗湖商业城呢一个平台位咁计啦。咁咧呢个位置咧，一路向前行，喺佢前方嘅大门口入去咧，再上一层就已经系呢一个宏泰眼镜噶啦。宏泰眼镜咧喺呢边一共有3间嘅分店啊。若然喺呢一度再上多2层咧，就系佢比较大嘅门店嚟嘅。嗱，同一个位置上，如果门店多咧，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假若你要喺某门店嗰度咧系需要等验眼嘅话咧，你可以去佢其他嘅门店嗰度咧去验啊。咁就唔会太阻你嘅时间啦。由于今次我已经系第二次到访呢个宏泰眼镜，所以就想俾大家睇睇咧，佢喺4楼嗰度嗰间分店嘅整体环境嘅。嗱，门口位置都有标明佢个价钱噶啦，最平咧就讲紧68元啦，渐进镜咧就198元最平啊。嗱，当然啦，北上深圳呢边到底要配副平嘅定系贵嘅，都系因人而异嘅啫，睇翻你自己需要啊。嗱，佢呢一間4楼嘅宏泰咧，個店面比較寬闊啲，會舒適一啲嘅。咁如果下面咁啱好似頭先啦，比較多客人咧，就可以過嚟呢一度啊。由於咧2楼嗰間咧店面比較細啊，同埋經常我都留意到咧2楼嗰間咧客人會多少少，所以如果你係想去一個舒適環境嘅，你可以直接上嚟4楼呢度慢慢揀你心水嘅眼鏡啦。嗱，啲輕身右框嘅款式咧，喺呢度都可以揾到嘅。咁當然唔止咁少啦，佢下面嗰啲櫃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眼鏡嘅款式可以睇到嘅。我呢個唔啱戴嘅喎，我要。嗱，喺拍攝途中咧，都有人上嚟4楼呢度配眼鏡嘅。另外咧，今次同埋對上一次上嚟4楼呢間鋪咧，佢都有外籍嘅客户啊，即係講英文嗰啲啦。咁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啲朋友係海外帶過嚟，又想去深圳配眼鏡咧，都可以帶上嚟4楼呢度啊。嗱，今次佢哋就想同大家推介下佢翻咗啲新款嘅太陽鏡嘅。你哋嘅新款係咪？係啊，我哋啲新款係啊，呢個夏天戴比較舒服。呢次咧就係佢有埋夾片嘅，即係平時戴，如果出去去到陽光底下咧，佢就夾上去就好似太陽鏡咁樣。係，佢埋有度數咧，都係差唔多價錢，188咁。好。So when you see reading, you see here. 佢仲有個呢個呢個款，呢個係新款嚟嘅。嗯。佢有啲似嗰啲烏蠅鏡咁樣。係。嗯。比較酷啲咯。I don't know. 外面嗰個其實純粹加上嘅啫，外面嗰個係唔會有任何啲度數嗰啲噶嘛。係啊，就係睇度數喺呢度啊嘛。係啊，度數喺呢度。即係呢啲款咧都可以咁樣加上去，就做一個太陽鏡嘅效果係嘛？冇錯。咁當然啦，你話唔想要頭先啲太陽鏡，你想配翻啲普通嘅款都係有嘅，同埋佢100元內嗰啲特價款咧，其實有啲都幾靚噶。嗱，以我自己為例啊，當就配咗一啲咧商務款，不過咧就比較 smart 啲嘅、特別啲嘅，同埋你可以話咧係霸氣啲嘅款式啊。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相當中意呢個款式啊，唔知你又點睇咧？接下来就到了今集的主角出场，我要验眼睛的表面位置就是全靠这一部机的，也会拍照片给我看我眼球表面瞳孔位等等各方面的细致部分是怎样的。这个机器呢，它是属于医学数码裂隙灯，是用来检测眼部的专业仪器，是用来检测我们的眼睛表面的健康状况，还有排除那个屈光镜子对你的视力的影响，它还里面可以观察到角膜、
前房巩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前三分之一的一些基础状况，对，它是三分之一是玻璃体，我们眼睛玻璃体前三分之一的，但是我们的最主要是检测眼表面，就是说角膜，那个巩膜，还有这个虹膜，还有这个晶状体。看看你的眼表面，眼表面是看。就是眼角边上都有点血丝，有没有充血，表面有没有充血，OK， 这个很清楚，再看看，要拍焦的，对，可以啊， OK， 不要眨得太快哈，因为有点强光，对，这个比较强，对，这个是，就是透过瞳孔呢看那个眼睛的晶状体，晶状体，对，前表面和后表面，我们镜面只是一个椭圆形的，可以看到这个表面跟这个表面晶状，对，他看到他那个，他是不是有毛刺，是不是这个白线很光滑，就光滑。OK， 咁而家咧就打印紧我嗰个眼睛嘅图出嚟啦。这个是虹膜，表面情况，还有这个是晶体。系啦，咁佢就会即系验完咧，佢会打印一张咁样嘅图出嚟嘅。咁我唔放太近俾大家睇啦，因为呢啲有时有啲人会觉得不安。咁但系反正咧，即系佢系睇你嗰、那个眼嘅表面位啦，冇啲咩大问题。咁佢头先就话基本上冇乜大问题，系即系攰啦，啲红筋咁，我哋都市人经常噶啦，捱夜啊咁样。咁最后咧，我就攞埋咧已经配好嘅眼镜去试一试啦。咁我睇下左右两边要唔要调整下。戴得舒唔舒服？舒服多。舒服嘅。舒服。系啦，几靓，我几中意呢副。OK， 喺出边望。好啊，我出去望下。咁最后咧就望下商场外面一啲细嘅字啊等等啦，睇下清唔清啦，咁都够晒清噶啦。好，多谢，拜拜。咁今集喺呢个红太眼镜配一副靓仔双目镜，再加埋呢个免费验眼疾嘅全过程咧，就已经俾大家了解得一清二楚啦。咁若然有咩意见发表，欢迎留言讲讲。咁若然咧系想去呢一间眼镜店嘅，地址咧我已经喺呢条影片嘅下方咧有噶啦。嗱，记得啦，如果想配眼镜之余又想验埋眼疾嘅，你系新客户嘅话，记得到店嘅时候咧就讲明系自家兄弟呢边嘅观众啊。我系自家兄弟阿汤，下条影片再见。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